那我们就解放了你啊，来扭过去。这个起针呢不要拔，怎么您扎进去的怎么把它拔出来，不要说是哎我拔针利索，那不行啊，你怎么给它扎的怎么拔，有感觉哈？有。这个有的时候您留多长时间呢？一般的情况下，留个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可以，甚至一个小时也行。但是呢，你比如病人很多的时候就留的少了，说为什么？其实这个针灸的效果呢，全在你医生的手上的，并不是时间多长，时间长太长了以后，它反而疲劳，啊，长了哈。好的，哎，长的时候感觉那个像火烧一样，长到手上像火烧似的。对，平常是凉的。对对对，这里平常是凉的。好了以后，咱们开上车河南旅游行不？可以。中不中？中。中啊，嗯。你给咱开上车，咱好好旅游旅游，好行不？好，到时候我帮你开车可以。啊，我帮你开车的时候可以，我是个司机。啊，你帮我开车。嗯，可以。好，这个拿的别扔了，一会儿要用它啊。河南啊，河南，你50岁，啊，那年发大水了，你才多大呢？六岁吧，75年发大。啊，石漫滩，漯河驻马店，同时发水。对对对。啊。75年。啊。那时候周口的水很小，到那个驻马店那很大水。啊。那时候到处是，地下漂的人。碎片淹死好多人啊！那比鱼还多呢。啊，几乎全部那个地的水太大。我们去了，我们也去了。没地方跑。刚才没给他再解析啊。哎呀，他这鞋不好买吧？哎呦，我都买了带判的，还要再给他再重做。那你干脆给做吧，自己做拿底子。扎了没有？有感觉没有？他这个舌头像这面，那你就扎这面，要是像这面，那你就扎这面，没有明显的偏歪，还是以中间为主，但是你就是从嘴角那上下去，他主要是什么，他的舌骨肌麻痹了，你把它弄得醒了就行了。外边有时候扎连缺嘛，那么我们在舌头上扎的比那个更近一点啊。他是这样，他这样子应哪面虚你扎哪面，他那面已经够那什么，你再扎那面行吗？就扎一次。第一针定位的方法看的啊，就舌尖，在舌尖用这个针从舌尖上一直往舌根上刺，完了多捻一会儿，多捻一会儿，为什么？舌骨肌麻痹，你这样扎了以后它就醒了啊，所以这个效果很好，一般的来说几乎是没有好不了的。
很少很少，到我现在，在我记忆里头还没有美好的呢。所以说这个很，大家回去我跟你说，这个可塑性很强。啊，你把舌头梳出来看看，嗯，要用纱布一般的哈，你看，来吐起来，很好，哎呀，把它捏住，从舌尖儿。好，看着了吗？能看着吧？你看这个都能看着哈，哎，多捏捏啊！这你也别问他疼不疼、胀不胀，他没法说啊，所以也别欺负他。七五的，三寸的啊。这个呢，从嘴角这儿，也是向舌根方向去。看着了吗？从他和他的中间再向舌根儿。为什么不再加一点呢？对不起。你怎么那么横心啊？这就可以了。你动动舌头，你看看舒服点吗？嗯。疼不疼？你现在说说。疼。疼。啊。这舌头很疼吧？啊，比刚才你看看舌头。灵活了，现在。灵活了。对。怎么样？大家鼓励鼓励。好。你贵姓啊？姓许的，烟雾许。烟雾许，好，我替大家谢谢你啊，大家。这位许先生给咱做了个模特儿，那感谢感谢啊！好好好，好。这我说话要清楚了，我清楚，谢谢你。哎，这是我可乐意听这句话呢。真的是要谢谢你啊。